的 vlog 就正式开始了，我们打个板啊，三二一。重庆 ，OK， 咱们今天在干嘛？干了一家重庆非常特别地道的火锅，对，好好看，只有本地人才能吃得到。是的，我游客都找不到这儿，找不着，在一个深山老林里面。是的，大家先尝一下，如果觉得好吃的话，我就换名字。你们就展开呀 ！Oh my god， 这个就是非常正宗的重庆火锅了，家人们。绝呀，这么棒啊！这种环境的火锅店就是特别棒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到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啊，家人们！开心啊，真好听啊！来介绍吧，来，我今天带你们来趟重庆非常有名的夜景之地，它就叫洪崖洞。我带你们看到这个地点绝佳位置，来，三二一，镜头一转。你拍景，我拍辣椒妹妹。真漂亮啊！我们终于到了，看后面的美景，游客照。这啥姿势？我在梳我的腰。嗯，这还挺漂亮。嗯，好美啊。嗯，你看着我一下呢。哎呀，你好像在代言这个风扇。哎，小脚一点。The next day. Hello. Good morning. 我们要出门了。今天要出门干嘛呢？看演唱会。哇！重庆街头三千我靠。Yes. 重庆比较出名的一家面。咱上次第一次来就是2019年的时候，刚在一起是吧？刚在一起第一次出游就是到重庆，然后来了之后就去吃的那家豌杂面，当时我还发了照片的。然后今天我们重温一下。是的，当时咱没录 vlog， 今天就给你录一下当时的那家店儿。嘿、hey, ，就是这家。天气凉，我出去都是照顾他的。吃个面，咱们等会儿就出发去看演唱会了。好大呀！我的妈呀！喜欢吃豌杂面的。解放呗！你在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去，前往看演唱会啦。但是外面好像在下雨。对，好像下雨了。还好我们那个好像是室内的。然后刚才我这就是带了一条裤子，就忘带腰带了，然后裤子又贼大，我去买了一条腰带。OK， 那来呀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行，还行，还挺好看的。哇，街上偶遇一个美女，要不要认识一下呢？再开嗓了啊！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
包厢票，接受现场工作人员的很神奇，有序进入场。对的吗？ V209，家人们，妥妥的山顶票。哇塞！哇，没看过这种山顶票，宝们。Yeah。 它为啥不亮呀？因为它是等会它会自己控制的，一起控制的那种。声控。哎，求求的嘛！那我来给你听。喂喂喂喂。接下来请欣赏黄丽玲 VS 泡泡。这首歌会让我们身体自然的有情无情，以前说的都是这种以后春花醉是两个醉，我是吹着是你的暖落，却碰不到你的灵魂。我们这期 vlog 就拜拜了，你跟他们说贵宾，请下期再见。贵宾，慢走，下期再见。